唔緊張啊，不過始終係一個幕後嘅人咧，即係突然間要做一啲比較幕前嘅工作咧，我會形容嗰個感覺係唔係好習慣啦，係啦。但你見過大場係啊，你有做翻評審嗰啲啊？係，但係嗰個始終對於即係面對住現場10,000觀眾，都真係兩個馬子嘅事啦，係啦。我自己啊，哇！即係我平時咧都監好多啊，俾咗多分啊，咁即係藍燈定紅燈啊嘛。你而家係咩燈啊？我梗係藍燈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事啦，即係承載住好多人嘅心機啦，同埋佢對於成個音樂啊，我身上邊嘅感覺嘅一啲睇法。咁我覺得所以今次呢個 show 其實除咗我自己 present 我自己音樂之外咧，仲係我去希望同啲人去合作。將呢一樣咁嘅感覺去發揮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啲藍燈咧係一定要俾嘅。幾盞啊？哦，咁一定係3盞嘅我。今次都好多小組配搭。係啊。自己安排定係佢哋自己想咁樣配搭？喺個 rundown 嘅設定咧，就我同成個創作團隊咧都好費嘅心機嘅，因為單位好多啦，另外兩晚都唔同啦，咁所以又喺好眾多嘅曲目之中喺度諗緊點樣配對咧，都有一啲難度。但最後尾咧，即係個成個創作小組就話：你將你想諗嘅嘢擺曬出嚟先啦，咁樣，咁我哋嘗試下將佢一一實現到啊。咁我好開心就係佢哋最終咧就將我好大部分嘅希望咧都做到出嚟啦。其實我相信聽晚你哋會見得到咧，有好大部分嘅嘢都會有啲唔同嘅，係啊，cast 會唔同啦，佢哋演出嘅曲目當然唔同啦，就算同一個歌曲，如果係唔同人唱咧，可能個調子會唔同啦。另外有啲會我用誇張少少形容啦，或者費神啲嘅形容啦，就我哋做咗兩個 arrangement 添，係啦。係啊，我個 program 啊 count 過咧，我哋嘅成個 show 啊，呢件事個 show 嘅 item 係54個啦 ，total 係啊。咁頭先關同今年嗰班係咪一開始就係攞佢係啊，因為我覺得姜浩文即係個表演。我覺得姜濤同埋方浩文咧，各自擁有一種特質咧，就係喺入邊咧會散發一種即係。有個 edge 係一啲辣度嘅，咁我覺得我就係想將喺嗰首歌入邊將佢哋呢兩個辣度夾埋一齊咯，係。咁有冇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冇啲話，其實係呢個偶像型或者係要求？其實咧，大家會睇得到呢啲喺唔同年代嘅人，但係佢哋其實都擁有住一啲好相似嘅特質，例如林一峰係一個文青型嘅 songwriter。但係黃然亦都係一個文青型嘅 songwriter 為標誌嘅而家嘅歌手啦，將佢哋兩個 crossover 其實係因為係用佢哋嘅特質去咁樣 match 埋一齊咧，我會覺得同個年代嗰樣嘢係會歷久不衰，而唔會有任何即係違和嘅感覺咯。咁而姜濤同阿 Bin 都係咪啊？都係年代嘅。係啊，而其中一個如果大家有 recall 咧，喺姜濤嘅演唱會自己演唱會舊年嗰、那個，佢係揀咗一首鄧麗君嘅歌曲嘅，係啊。係啦，咁而同時間咧，呢一首《牆子》方大同作曲啦，本身個 title 即係嗰個 demo title 咧係國語係千萬年，即係姜濤今日唱緊個國語詞。咁我哋仲專登揾咗一個朋友咧，去將佢新研咗一段添。係啦，咁但係咧，最初方大同我講呢首歌《千萬年》咧，佢係寫用鄧麗君嘅 style 寫出嚟嘅。係啦，所以我第一時間就想去姜濤同牆子嘅關係。係啦，咁另外薛凱琪就因為佢演繹好多好多好多方大同嘅旋律，所以咧我亦都覺得佢係一個演繹方大同呢一首歌嘅最好嘅人選啦。咁至於 Ian 同阿 Bill 就係兩個情歌王子。冇錯啦，同埋其實我即係從呢個網上得知 ，Ian 原來係好中意呢一首歌，同埋佢曾經喺自己演唱會都唱過嘅。咁所以今次即係難得有兩位人同場演出，就一定要將佢兩個夾合埋一齊，即係俾大家、俾觀眾去睇下啦。今日到最尾啦，最尾部分啦，感情方面啊，啲小意外啦。我其實彈緊琴嘅嗰時候，即係所以我擰轉面，佢話冇事，我以為佢叫話俾我聽，完蘇啦，冇事咁樣。
唔驚。咁我唔知得到原來佢咩嘅。咁但係後屘咧，佢再講咗第二次舞時，我知誒、欸、會唔會係可能 kick 一 kick 啊，或者咬親嗰類咧？咁果然喺我做完 show 啊，我耳仔入邊有個 monitor engineer 咁啊，咁都係我啲朋友嚟嘅。咁我同佢講話啊，陳好似 kick 親喎頭先。咁我就落咗後台。咁咧就見到 First Aid 係處理緊佢個腳檢查緊咁樣嘅，咁嗰時見到佢嘅狀態就有說有笑啦，即係襯白色嘅幽默咧依然存在嘅，咁都當堂係放鬆咗啲。有冇扭傷啊？據我即係同嗰啲 First Aid 咁樣傾咗一兩句咧，佢應該係出嚟嗰時候可能開心得滯啊，望住啲 band 啊，因為佢哋好熟嘅，同啲 band 一齊成班啦。咁跟住望住佢咧，就一個唔留神自己棘親腳咁樣，咁就好似落地嗰時咬一咬咯，少少咬柴咁啦。聽晚演出，我都有個 list 都有。係啊係啊，頭先咧佢哋就話佢冇骨折，亦都係屬於比較輕微嘅扭親嘅。咁我見佢即刻都即係處理咗，希望就穩定嘅情況，聽晚可以繼續演出啦。我都看不到，因為其實都即係 First Aid 做緊嘢，我就即係費事都好大壓力咁樣啦。佢啊咁樣，其實我又不是真係醫護人員，幫不到佢。咁今晚都會去 keep 住去留意佢嘅情況。我一定會啊，因為其實同阿陳真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好朋友啊。大家個好朋友係嚟自佢有事冇事咧，其實佢一個眼神大家已知嘅。咁頭先見佢就有講有笑，咁希望佢整個情況可以繼續穩定啊。他呀、啊可能用一罐跟他錄音那件事呢，專門跟他說他未必會做我覺得跟他經常的事情都是心照心照的樣子嗯那不是啊，想問一下葉巧林那條是啊，想問一下是不是有林鎮換過，因為見他出來表演的時候、好像都有個類似提詞還是有個劈在那裡、是的，其實、都有一些叫做機件上面一兩下monitor 好像有些即顯示屏那些有些、不太清楚、所以 都為求希望那個演出順利呢、再加上不是他自己的歌曲啦，我的 band leader他都即刻提醒即係呢一個製作組，有呢樣嘢發生，咁製作組就咁樣安排咗啦。嗯，係啦，同埋即時 fix 咗，已經即係去到中間即時 fix。係啦，係。咁大致都滿意，今晚即係嗰啲都即係有沙石。係啦，嗰啲其實基本上都係 live 啦，即係 live 其中一啲我哋會都未必控制得到嘅非人為嘅意思，即係意思嘅嘢啦。咁所以我自己今個 show 啊學識咗啊，就係唔好理咁多嘢，正好理我自己嘅音樂，咁就交俾團隊繼續處理埋其他嘅部分。好，唔該曬。